阿中一改波贝尼，安尼好不好？被大家来仇恨我，我心理上实在觉得很痛。制造仇恨的不就是民进党当局吗？放纵侧翼用伪造文书的方式去攻击在野党及攻击竞争对手。是在中共二十大之后，我们的第一场选举，全世界在关注台湾。总统只剩下嘴巴上的抗中保台，他自己施打的高端疫苗也是跟中资公司合作，战略物资现在也不需要抗中保台了吗？我想民进党就是没有意识形态就不会选举了吧。民进党是把选举当作职业，他们把选举的成功一样，选赢当作唯一的目标，然后在这个目标底下，你看合理化他所有的话，所有的行为。你蔡英文能不能告诉我，过去傻各位，你民进党做的一件好事，一件都没有，传出来都是坏事嘛？